The Dumont 坐落于泰晤士河畔，直面宽敞的泰晤士河，打本钟 Westminster 伦敦眼市中心的全景画卷直映眼帘。英格兰最长的河流泰晤士河是世界上水面交通最繁忙的都市河流，对于伦敦来说，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历史上都占着重要的一席之地，因此也是伦敦最重要的地标之一。想要天天将这条充满文化感的重要地标映入眼帘，那么河景豪宅的 Dumont 是一个很棒的选择。The Dumont 紧邻泰晤士河，可以独享开阔的一线景观，30层楼高的天际线，可以在自家就欣赏伦敦最知名的景点坐标。The Dumont 建筑本身是由国际知名设计师 David Walker 所设计，设计理念在于可以让居民感受到伦敦这个伟大城市的真实样貌，也创造了一个在这喧嚣世界中的宁静绿洲，由世界级家装公司全程操刀，力求每一户都有自己的色调和氛围，打造舒适与奢华共存的内部环境。The Dumont 又有极为发达的交通出行，步行7分钟即达交通枢纽 Vauxhall 站，距离老金融城 City 仅19分钟，唐人街 Leicester Square 只需要12分钟，牛津街7分钟，白金汉宫5分钟。此外，2021年项目附近还将开通一个新的 Northern Line 地铁延伸线9余数站，为居民提供了更方便的出行。 The Dumont 项目周边更是汇聚着众多的优秀高校，伦敦政经、伦敦国王学院、帝国理工就在身边，一英里范围内更有15所优质的公立和私立中小学。 The Dumont 位于伦敦泰晤士河畔的精华地段，毗邻切尔西、 Knightsbridge 和 Mayfair， 是伦敦未来政商云集的黄金区域。附近的九余数改建计划、美国大使馆新馆以及苹果新总部都将推动此区的房价上涨，未来前景不可限量。 The Dumont 提供一系列极致的生活设施，采用最舒适的科学色彩搭配，充分考虑生活所需，结合楼体高度和空间维度，24小时礼宾，12层的顶楼天台、游戏室、保龄球室、私人影院、健身房和泳池，保证住户在繁忙工作之余尽享至新服务。新推出的四房大平层位于27楼，享有360度伦敦美景，东西南三面朝向，东南向可看碎片大厦和金融城景观，西南向可看泰晤士河和 Westminster 全景。客厅落地窗俨然呈现了泰晤士河和 Westminster 的惊人盛景，套内总面积240平方米，户外阳台面积一共22平方米，空间灵活的起居室、四间卧室配备3间套内洗手间，令人渴望的奢华规格。公寓包含客厅和洗手间，铺满天然石材地面，全米勒配套嵌入式厨房家电，全屋地暖，外加舒适的冷暖和照明系统，触屏操控，每一个设计都匠心十足。 The Dumont 四房 Penthouse 775万镑起。 Lisa 看房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